身后那大哥呀，他在跟那唱歌呢，唱的还挺好。哎呀，我这光怎么总在我身后啊？看看这大哥。唱的不错，唱的不错。哎，这可以进了。昨天这儿不让进，今天我进来看一下，所谓的踩个点儿。这里面，呀，骤然间变黑了，相机的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慢。Festival， 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这好像是一个什么馆啊？不让进的，这不让进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往回走。哎，这个小房子修的真漂亮。哎，小狗。看来是没啥了，还是出去吧。这里边看来也确实没啥。